金融超量快件，快送金无人签收。了解详情，请按九，请按九，由员工客服为您服务。骗子电话又来了，请按九，我看看他怎么说。挂了。哎呀，这个骗子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一会儿是大使馆，一会儿是联邦快递。我本来刚才想按照他的这个套路跟他聊几句，结果我一按他那边断了，断线了，没聊成功。上次我看到过一个视频，就是他也是碰到了一个电话诈骗，然后他就跟他聊聊半天，最后对方把电话挂了，感觉对方被骗了。你看这儿卖的这个 BBQ 这个薯片吧，36。对啊，1.25块一包，一小袋。1.5。上面家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啊、是这个，对啊，这是1.5，1.5一袋。咱们家里都这么大包。我们买了一箱，一箱是54包，才13.99块，在 Costco 买的。那你看这个利润，多大的利润这是？它1.5一包，50包70多，一箱才15块钱。哇，那它一箱能赚50-60块钱呢？一箱13.99块。对啊，13.99块，我们加上税算到15块钱嘛，15块钱它能卖70多块钱，能赚60块钱，太狠了这个。要不咱们开这个机器吧？来，给我一个呀！哎，这小孩不肯，哥哥有吗？没打开了是吧？你看，就他俩手里拿的，来给爸爸拍一个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你看，就是那个机器上贩卖的吗？那个卖1.5啊。他们这个一包，我们买了一箱才13.99，54包。哎 ，thank you。你看，还是大儿子好。我的脆。啊？他的脆。你的脆你也不给我呀？你看，我就只吃哥哥的。那脆的来一个吧，脆的我尝尝你的脆还是哥哥的脆，来，就这么演员。那你给姥姥了，咋不给我？那给我一个，我尝尝你的脆还是我，哎，这是哥哥的，不是，你给我的？没有，他干二宝给我的，他从我手里。你看，你看，给姥姥，姥姥给我的，这不是你给我的，我也没给你，要不你给我吧。你给我，我觉得你那肯定不吃，那这个还给姥姥呢，我不要，我一定要从二宝手里拿，二宝肯定是会给我的。这拿，你这还能吃了吗？对，给我了啊，我尝尝啊，是你的脆还是哥哥的脆，好吗？啊啊，嗯，哎呀，哎呀，真的是二宝的脆，啊，这来了，我这尝尝，是不是真的很脆？哎呦，刚才尝了一个，好像觉得是你的脆，嗯。对，阿波罗脆。大家谁的脆？你的脆，再来一个。你告诉你别全吃完了。这孩子太狡猾了，骗不了他。我们到了，这里面是一个 mall。这个游戏厅是在这个 mall 里面的，在几楼啊？你看，在这里玩。哎，这个挺好看。来，老婆来，在那这给你拍一张照呢。这涂鸦的 butterfly， 你看，啊、oh, ，be the change butterfly。你看，我给他拍的，好看吧？啊，这还挺大的，这个。
在那玩呢，自己偷偷玩。上次就玩这个，给我儿子换了多少钱？哇！把卡给妈妈拿了一下。他妈妈一个人坐在那十几分钟了，一直在那敲。大姐，你是想坐那不走了吗？啊？不是，不是大哥，这没法走。这种情形，行，下次咱去赌场让你这么敲行吗？来，滚下来！这个红的快点，这红的有20呢，滚下来！那个红的滚不下来了，它就卡那儿了。嗯。OK 吧。哎。咋拿吧？装包里呗。我哪有包？我包没有包。下来了。啊，下来了。下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看，你要早走了，你就给别人了。让我儿子玩。这个也太快了，50块钱，20分钟就玩完了。一会儿这个卡上100吧。100块钱，妈妈要很快。这一半是你妈玩的。哎，是我。去50，现在在这个游戏厅陪孩子玩一会儿游戏。唯一有一个共同语言的玩具游戏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，啊，叫 Pac-Man。不是，你是秒结束是不是？不行，我那年纪大了，手不灵活了。天呀！我还没有看清楚镜头呢，你就结束了。啊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骨头啊！骨头啊！篮球呢？你等会儿，它会咕噜咕噜掉出来的。啊啊啊 ！Stop！ 对。跑那么多？你来吧，快点，有时间限制的。哎，大哥，准一点。先看妈妈头啊，我们俩比赛呢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们这功夫啊！10个，我刚才是9个。你都投不过我，比我多一个。我会。哎，大姐，你还有一个投大了呢。好，儿子你来。来，你来。看看你有几个啊？来吧，儿子稍微远一点。用力，用力。哇，厉害！加油，再高一
哎呀，大哥！差一个。不是，大哥，你是搞笑的吗？不是，大哥，你要干嘛？大哥，你会打保龄球吗？下面是台球跟真的那个保龄球，这个你会玩吗？会呀。在咱们那 Crazy 没了吧？这个能玩吗？这个好像，走走走，尿尿去走，先去尿尿。慢点。到这儿换礼物去了，哇、啊，他得一个一个数啊。还有一个 Beatles 的啊 ，Beatles， 哎 ，Beatles 的表呢？一千六，啊，那挺高的，啊，这个头套挺好的，而且还有吉他呢，真吉他呀，还有贝斯，你看，12520个，换一个这个电唱机，多少个？45。2411，2411啊，这些都可以，这些1000多、700多都可以换，10分钟之内必须跳完啊，不跳完我们走了。那说那些钱怎么办呢？什么钱啊？就是万一我一个都没选呢？一个没选就走了？那这积分还在里面？积分在里面，就今天就没有了。你们一个不选就我选了，我一会儿选一个，选一个吉他。这啥呀？你要选个吉他，我就。哎呀！好，不闹不闹不闹，这小孩太淘了，现在居然用这个来打我。我有个这个。啊，行。这个没啥意思。这个多少？110分。行了吧，行吧，走，行，好，每个人都有了，走。他可不管点多点少，他就喜欢就行了。他哥哥那个是多少？580，他那个才180，那个点。110。他挺满足的，你看，人喜欢。走吧。好了，走了，你看。小孩。